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的6月24号星期六，农历是初一啊，初一十五呢，我们要记得多吃素，多念经。好，那么我们说初一迎来的菩萨啊，十五迎来的菩萨都是特别多，也希望为什么大家过去总讲初一十五要吃素啊，初一十五要多做善事啊，啊，就是要啊，这个要对得起菩萨啊。好，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哎呀，我知道你打进来很不容易，所以我现在还没挂。哎，你以后可以挑选一根好一点的线。喂。喂。喂。哎。啊，师傅你好。请讲。嗯。啊，我想看77年属龙的。男的女的？女的。77年属龙的。嗯。想看什么身体啊？对，师傅，我后背左后面胸的位置一直是麻。我告诉你，然后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告诉你非常不好，你现在我看见你后面后胸啊，后胸啊，那是隐痛，听得懂吗？对，隐隐作痛，就是感觉不舒服，你知道吗？我看见一块白的东西跳来跳去。这是灵性吗，师傅？你等等啊，我帮你看啊，是白无常还是灵性啊？啊，灵性。哦。你小丫头，我讲你话，你不要不开心啊。嗯。哦。这个你自己要好好改毛病啊！你过去有过邪淫啊？嗯。哦。要改毛病。哦。你要好好忏悔。哦，这个业障我不知道怎么会爆得这么快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这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因为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嗯，我知道。头上只有一撮头发，这个白的灵性，它没有体，没有身体的，它是透明体。在你后背和胸脯这里，而且他还经常会到你肠胃上，让你肠胃也不舒服。对，但是师傅这个差不多已经有一年多了，因为一直在念经，好像念不掉。念不掉，这个没念掉。嗯，我看看他为什么飘来飘去的，老在你胸口上。啊，那。这个跟你上辈子有关系的，嗯。哦。上辈子你应该做梦做到过，应该做梦做到过你有一个情缘，就是有个人跟你感情很好，在梦中，嗯。这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看看啊。嗯。如果保险一点呢，至少要念79张。喂，好，师傅，听得懂吗？79章，听得懂啊。我告诉你啊，不能再长了，时间如果再长下去的话，再这样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心脏的，你的心脏现在已经不舒服了。嗯，对，但是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一直在念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这个就是一直后背这感觉这个疼，好像念不掉。嗯，就主要是因为忏悔不够，还是小房子的张数不够？我觉得张数也不够，忏悔也不够。哦。嗯，我告诉你，有可能是你上辈子的一个男人，啊，是一个女人。哦。就是说，你可能上辈子是个男人，但是你这段缘分呢，它跟到你今生。还在这个一看这个轨迹有点像情轨啊，欠情债的。嗯，那师傅，我想针对这个礼佛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礼佛你至少108遍了。嗯嗯，好的。他因为一直在跳，他不停的在跳，而且他跟其他的灵性看到不一样，其他的灵性看到还有点尸体，他完全是透明体。
听得懂吗？听得懂。那师傅就许愿79张小房子，嗯，就写我的药经者就可以了，是吗？嗯、对。你知道吗、哦、你知道吗，我刚刚开始第一眼看你这个图腾后背这个地方，他已经把你的后背这个地方啊，有一团地方，大概像一个手，就是拳头这么大小，这个地方细胞啊已经被他破坏了，细胞源已经被他破坏了。对，因为师傅已经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嗯、啊，所以他的。所以他的细胞源把你破坏之后，你慢慢慢慢的背啊，你就是以后把它超度走了，你还要恢复一段时间。嗯，好，那师父保险起见是79张小房子，108遍礼佛、嗯、忏悔的时候怎么说呢？忏悔之后就忏悔我过去的业障啊、嗯、过去的业障。好，明白。而且我告诉你你的皮肤啊会不好，皮肤会长疙疙瘩瘩的东西的，嗯，腿部有，哎，就跟你说了，就是因为它破坏了你的很多细胞，我看你现在白细胞特别多，嗯，红血球比较少，白血球很多，所以你要特别当心，好吗？嗯，好，师傅，还有一个就是，麻烦你看，帮我看一下，我两眉当中眉心处。几几年属什么？77年属龙。嗯，有东西进出呀。嗯。对，因为之前的时候，你会痒，师父说这个地方你会痒的，有个前世的业障，是因为前世对。你这个地方会经常热的，嗯，会痒的，嗯，但是不是件坏事，这个地方，嗯。啊，对不起，师傅，不是一件坏事、啊，嗯。哦，因为师傅，你以前让我针对这个地方念过很多小房子，我已经完成了。我想知道这个地方业障有消了吗？消了，消很多了，消到一共大概消掉大概70%了，已经。嗯。哦，那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剩下的，就是当时你布置了很多小房子，我已经念完了，剩下就是还要消这部分业障，还需要念多少经文？继续念吧，大概70张小房子，嗯，70张小房子，嗯，是分开的是吧？分开。师傅，我问一下，身上还有小灵性吗？没有超度走的。嗯，有一点小灵性。嗯，你的妇科不是太好，你的右卵巢出现问题了。现在还没有感觉。嗯。很快，小便不是太好了，现在已经还有右脚发麻。现在，嗯，啊，右脚是发麻，对，当时您是说因为肠胃上有那个，对，有小的灵性，就那海鲜什么，当时导致的是右脚发麻和抽筋。对，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师傅，身上没有孩子了是吗？几几年属什么？77年属龙的。嗯，小孩子超度走了，过去有的。哦，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小孩子没有。还有住的房子里边有点小灵性，嗯。哦，需要读小房子吗？嗯，这个没关系，把身上的念掉就可以了。哦，好吧，嗯，好了，没有什么了，谢谢你师傅，感谢你师傅，师傅辛苦了，谢谢。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哎，师傅，哎，弟子给师傅请安。谢谢。嗯。哎，师傅，你给我看一个69年属鸡的男的。69年属鸡的男的是吧？嗯。哎，你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69年属鸡的。69年属鸡的。啊，身上有灵性，嗯。哎，几个吧？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灵性啊，叫他晚上有点害怕啊，这个人有一点点自闭、啊，嗯嗯。哦，他现在就是说这个属鸡的，现在
每天喝酒啊什么的很厉害，喝酒啊。害怕呀，他喝酒是壮胆的，他害怕。哦。他身上有灵性。他身上有灵性，嗯，他而且还会做出一些怪怪的、非常人所做的动作，嗯。对呀、啊，对呀、啊。嗯，这个就是。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哦，108张，嗯。108张小房子是吧？哎。需要放生多少条鱼呢？放生倒不多，250条，嗯。250条是吧？哎。你看他那个有没有被人下杠头了？他身上有没有杠？男的是吧？对，69年属鸡的。看看啊，他被人家下过，他不知道，嗯。啊。他被人家下过，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有点郁闷，像忧郁症一样的，嗯。对对对。整天傻傻的，整天搞不清楚，嗯。对呀、啊。而且他的前列腺也不好，小便不好，嗯。哎，是的，是的，嗯，就最近很长时间了，一直不正常。不非常正常，晚上嘛有尿意，但是呢尿不出来，嗯。啊。嗯。是的，那个下杠头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博士问答上那个下杠头那个给他做就行了，念大悲咒心经解结，对吧？对对对，要跟菩萨讲的，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我自己如果做错的，我会念经的，啊，求菩萨慈悲，不要让别人给我下杠头，就这么讲。师傅，他自己不念，就是别人来帮他念，可以吗？他肚子饿了，他自己不吃饭，你帮他吃，他会饱不啦？是啊，是啊，师傅，所以说他现在不太正常嘛，这个人。不太正常，不太正常，你只能帮他背了。一般的，我叫你们。如果实在对方不相信的话、嗯、你要付出的，怎么付出呢？你要硬要救他的话，第一你要给他20%多少的功德，嗯，你给了他20%多少功德之后，你再帮他念，他会有效果，但是问题、嗯、但是你自己就崩一下子，就少掉很多功德，而且说不定倒下来都有可能，因为过去有的人、有的人功德不够，他啪一下子妈妈生癌症了，全部给妈妈了，好了一下子自己生癌症了。是啊，那你少转一点给他，再继续帮他念。少转一点，少转一点，明白吗？好的，好的。少哎，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你看一个15331那个莲花还在吗？啊，在，嗯，15331。好不好啊？是不是个女的？是不是啦？嗯。对呀、啊。啊，在莲花在。啊，还好吧。慢好，他就是胖了一点。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我看到他人胖了。啊，感恩师傅。因为我一看这个莲花，我可以，我意念当中，我可以叫他把照片显给我看，我就能看到。嗯，是的，挺胖的。哎，是吧？麻烦你再看一个，10年那个属虎的，2010年属虎的男孩，你看他身上，你这个能看看，只能看看有灵性了。嗯嗯、好的好的，500张，嗯，500张小房子是吧？哎、嗯，身上有一个有一个大的灵性，整天搞他的。有个大的灵。嗯。哦，500张是吧？嗯。脑子智商不是太好啊，我告诉你。啊。嗯，好吃、这个、好吃懒做，嗯。啊。嗯。10年属那个属虎的小孩啊。啊，管他呢。都是这样的，你看我都看得到未来非常非常的胖。嗯嗯嗯，2011年属虎的，他需要放松多少呢？500条。500条是吧？这么小，我告诉你，你看看他这么小、嗯、脾气大得不得了，还嫉妒。嗯，还有嫉妒心啊，吃醋啊，听不懂啊。嗯，对对对对，是对对，这个小孩也是挺难弄的。哎，好啦，没时间给你说、哎、好好好，感恩师傅，再见。哎，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哎，感恩师傅。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嗯，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师傅啊。哎。师傅真是感谢师傅，你好。
讲啊，师傅啊，哎，我自己的身体，几几年属什么？55年属羊的。看看啊，感恩师傅。啊，你的腰很不好，嗯。啊，师傅。你的腰不好，嗯。嗯。还有浑身无力，嗯。嗯，师傅谢谢。你要当心啊，你的眼睛不好啊。嗯，嗯，眼睛看不大清楚，还有啊，嗯、两个手臂啊老酸痛，嗯，嗯，肠胃也不好，肠胃也不好啊，肠胃也不好，肠胃啊，哎，嗯，谢谢，嗯，看看你、啊，谢谢沙坑的师傅、啊，嗯，师傅，我主要是嘴巴、啊，我看看。我看过了，师傅啊，你让我看。嗯，55年属羊的啊。嗯。嗯，真的感恩啊，师傅。啊，你的嘴巴上有一个灵性哦，我的妈呀！啊？你的嘴巴你是造口业的，嗯。哦。嗯。那怎么办？溃疡。嗯。嗯。而且有一点点烂的，嗯。嘴巴，嗯，你不但嘴巴溃疡，而且你的喉咙也不好，喉咙这里干呢、啊，嗯，嗯，而且你的鼻子也不好，鼻子啊，鼻子也不好啊，哎，鼻子塞呀、啊，经常塞住，嗯，你现在这样吧，师傅，我背面上我自己背啊、哦，你现在赶快念小房子吧。你大概要小房子一点点呀、啊，你现在要自己许个愿，大概250张。然后我要塞满嘴巴，对吧？对，每天早上起来啊，自己念净口业真言。啊？净口业真言会念吗？七佛灭罪言，对吧？不是切符，七佛是净口业真言。哦，有空也中意对吧？有空也中意对吧？对对对，净口业真言念49遍。哦，你不离不低99遍对吧？对对 对, 对，念49遍，然后每天59遍啊，49遍，嗯，每天要49遍，每天要喝大杯水，嗯。大杯水我每天喝的。啊，你不喝的话，我告诉你，你不是嘴巴溃疡了，你烂到舌头根了有，嗯。嗯。你要这是你年轻的时候太凶了。骂人呢？啊！年轻的时候太凶，骂人听不懂啊！哦，我对不起啊，师傅，对不起，我改。要改的，听不懂啊！我改，尽量改，尽量改，彻底改，师傅，谢谢。你一定要想到啊，这个事情，世界上很多事情，人家做错了，你也不要去骂，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缘分，每个人都有业障，他自己的业、哦、自己背。对不对啊？要你骂、你一骂的话，你就有业障了、听不懂啊？哦，我改，我彻底的改。你一定要好好的改呀！哦，师傅。好了、知道了。多喝水，缺水，你现在。我师傅啊，我上次啊，我到那边上海了，也口腔哦，口腔是这个那边去看一下，喉咙的息肉也割掉了。嗯，息肉最近没有。我现在念经的时候了，我真的难受了，我自己念了。你要记住，你掉着眼泪念的话，这些报应以后都会慢慢有实现的。你知道吗？师父帮一个人求，这个人是必死无疑的。师父是帮他求了，求了之后，主要还是靠他自己不停的念，不停的许愿。你知道吗？本来要死的，本来要死的一个女孩子啊，现在啊，癌症好了。嗯。他跟着师父很长时间呢，师父还是心疼他的，你知道吗？啊，明白了吗？嗯。有些人呢、我不会帮他求的，像我今天能够帮这个人求、当时他苦啊，师父啊，你救救我啊，为什么还不好啊，我告诉你这点苦他必须受啊、对啊，他现在癌细胞正常了，这条命不就救下来了、那么怎么会他到今天会才会好呢？因为他
付出的种下的善因，念了这么多小房子，放了这么多的生，那么才经过这么多的苦，才会让他现在好起来，救着他这条命，听得懂了吗？我是诚心诚意的修啊，我弟子我修，我以前是不好，我改毛病啊。好好师父啊，我是多少？108章。我。你每天吃饭，你要不要再吃下去啦？啊，吃下去。好吗？对不起。好。每天早上，我是喉咙一个灵性，对吧？我就跟你讲了，每天早上念进口业真言。好了。就是九遍灵快一分一。好了。进口业真言。好吗？那我，师傅啊，我业障有多少啊？几几年属什么呢？55年属羊的，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35。35啊。那师傅我佛带怎么样？佛带蛮好的，佛带。好了，不能再讲了，讲好了。对不起，师傅，谢谢。我莲花有上面莲花，我什么颜色啊？莲花，你要号码才看莲花的。22785。22785啊。你的莲花不是太好，长了有点。不是太好啊。长了有点蔫了，你自己赶快忏悔。我要好好修，一定好好修。嘴巴讲大。嘴巴讲大，好好修。我好好修，一定好好修的。我嘴不是嘴巴，我实实在在的，我要好好修。好了，再见了。谢谢啊。再见。感恩师傅。你看电话，这打不进来。台长跟大家讲啊，我是一分钟一秒钟都不愿意浪费的啊。学佛人要学会真如佛性，就是真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心不增不减。什么意思啊？就是如如不动呀。什么叫不增不减呢？我不要去看着这个好的，我就哎呦增加了心啊，欲望了，就增了，对不对啊？我失去道心了，我没有好好修，我减掉自己的啊，减掉了自己那种啊，这种精进心。你不要去增，你哪来减呢？你不去减的话，对不对啊？你也用不着增啊。所以这些都是佛法的基本道理啊，这个。不增不减才能不生不灭，所以很多人真的很可怜，整天去要这个要那个，要不到他就痛苦了。喂，师傅。哎，你好。哎，喂，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能打通师傅电话。师傅，帮同修看图腾，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请师傅慈悲。师傅，第一个看1955年属羊的。1955年属羊的男的，想看什么？是肠胃和他的那个肺部，还心脏。那肠胃很糟糕。心脏呢有一点麻烦，不是太大。心脏呢不是不属于大问题，他这个心脏呢经常有心悸啊，就是慌啊，而且胸闷啊。胸很闷呐、啊。这跟他的家族里边人，跟家族里边人心脏不好有关系。是的，他一直都是这样。还有就是他的肠胃，吃冷的、吃酸的都会胃酸的。对的，他肠胃一直不好。还有肺部呢，看看他前几天是肺部出问题。看到了。
肺部上有个灵性。哦，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换成多少？哎呀，这个灵性怪怪的，脸小小的，胡子长长的。嗯嗯，是个男的吗？是啊，男的。嗯。哦，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大概？我问问他啊。哦，像个古代人一样，上辈子的。哦，上辈子的。嗯，好感思。这个人，嗯，你给他念八十八章吧。八十八章，放生呢？放生最好一千条吧。嗯，一千条。前几天想不通，喝药自杀没结果，菩萨慈悲保，他药瓶子散掉到地上散了、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不通了，师傅？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男的呀，要带他走。哦，这个男的，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嗯、这个男的，哎，欠他很多，他上辈子，这个跟他的财有关系。我问你啊，这个你现在帮他问的这个同修啊，他过去有没有跟蒙古啊，或者跟少数民族这一代住过啊？啊，没有。有没有比方说到新疆啊，或者到西藏啊？或者到有些地方啊，他去住过，或者曾经插队啊一段时间呢、啊，有没有？你问问他看。嗯，也没有，因为他是老实人，就除了去他们省地青岛那边打过工，其他地方好像没去过。他们家里有没有人是过去是少数民族？他们家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具体他们祖上在哪里，就好像是从外地迁过来的啊。你去问问看，就是有一个像。嗯，像是藏族的人的那种样子，嗯，胡子嘛长长的，一个老长者，啊，戴顶帽子，头小小的，然后呢，身体短短的，因为我跟你讲的这个样子嘛，就是鬼一样了呀，嗯，走路跳的，好的，都是跳的，嗯，好了，嗯，好了，感谢师傅，啊，师傅再帮看一个亡人，姓李，木字李，少是介绍的少，华是中华的华，李少华，2017年1月往生的。已经送了896张小房子，看一下在哪里。少就是饺子边旁，有一个饺子边旁的是吧？对对，介绍的少，对。李少华。少华。男的。男的。少华。过去给他看过吗？没有看过。这个人怎么找不着啊？他改过名没有啊？嗯，应该没有改过名吧。他是一个同修帮他看的，什么时候死的？他不停念了。什么时候死的？2017年1月。刚刚走。今年的一月份。对。李少华，你就问他，你同学就可以知道了。长脸，我现在看到是一个长脸、嗯，就是不是像人家圆脸的，不是像人家胖胖圆圆的，长的是长脸师傅啊，那就对了，是长脸对，是他眉毛蛮浓的，嗯，阿修罗，嗯，阿修罗，阿修罗是吧？好的，感恩师傅。穿的、啊、师傅穿的很朴素的，不是很豪华的那种，像穿的像好的好的像那种工作服一样的样子，嗯。好了，好的，师傅，再看一个亡人，张是那工厂张，正是那振兴中华的正，连是那连队的连，张正连，男的，什么时候刚刚去世？张正连，二月底走的。嗯，张正连，看过吗？没看过是吧？看过，你在那个哦，问答的时候，你在哦哪里时候看过的？上次说到在哪里啊？说到在还在地下。师傅，有机会去你这边听的。嗯。张正莲，女的。张正莲。男的。男的。张正莲。个子不高的是吧？对，个子不高，瘦瘦的。啊、对了。张正莲，哎呀，小房子念得不够，
嗯，还需要多少张？业障还是很重，500张。嗯，500张。现在在哪个道呢？现在还在地府。还在地府是吧？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师傅，我们今天在同修家设佛台，今天也非常法喜，观世音菩萨、菩萨都来了，香炉打卷了。我们这几位师兄给大家，这几位师兄给师傅说句话。感恩师傅，我们爱你。啊，谢谢谢谢。感恩师傅，你保重。好，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感恩感恩。好，再见。啊，谢谢呀。嗯，谢谢。好，再见。谢谢师傅。喂，你好。你好，你好吗？喂，你好。啊，记住了，造业就是啊，念头在造业，因为你念头才会造成你的身体。和行为啊，还有口业，所以念头一定要学会学佛法的无念。如果你无念，你就不造业；如果你有念，那么一定要善念，你出来的念头就要好，你就不会造业啊。所以有些人呢，出来的念头不好，所以就造业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方法好不好。这个人你看，哎，我跳掉了，很可惜的。我不知道我这种方法好不好，利用一点点时间也给大家说点白话佛法。哎，不，我这个人一分钟都不想浪费的，啊。所以造业就是种因，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业力这么大，对不对啊？那么就是不停的造自己的恶因。喂，你好。喂，你好。啊，师傅。你好。你好。你好。我问一下，那个1972年一位女同修，她那个事业，她的公司，她事业非常不好，很艰难，看一下。话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好好讲话呀！啊、对。我太紧张了，我以为。嗯、你以为？你以为什么？我以为、嗯、我以为你低能。我因为没有节目，所以我就。几几年属什么的？1972年，女的，属鼠的。七二年属老鼠。啊、哦。啊、哦。他已经两年多已经不顺利了。嗯。两年多一点。嗯。他今年上半年收入几乎没了，很艰难。嗯。嗯，我看看啊，几几年属什么？啊，1972年属鼠的，女的。他做什么生意啊？这生意不是太好啊。嗯。他是做网络平台的。啊。一塌糊涂哎。现在看他的前途一塌糊涂，嗯、网络平台一塌糊涂。他不是，他看了太多不好的东西了。看了不好的东西。哎、啊，哦。听不懂啊。哦。听得懂啊。嗯，听得懂。好了，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嗯、记住了。网络上。灵性现在多得不得了，这是师父提醒你们的。你们去看好了。嗯、你去看为什么人家说看网络看到后来会着魔啊？着魔啊。嗯。下面都是色魔啊。色魔啊。是，现在有什么好看的？嗯、人他妈整天在看肮脏的东西。嗯，对不对、啊？嗯，那师傅，他因为他的公司之前的员工，盗取了他所有公司的核心资源，然后导致他就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没有了。我已经跟你，就是、我已经上次好像跟你讲过这个事情。对，上次讲过，那现在自己动了情了，跟那个盗取他那个人过去两个人动过情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啊？
啊，这样的。还要怎么讲啊？还要怎么讲啊？嗯、我告诉你，就是眉来眼去来一次的话，的话你就欠人家感情，欠人家感情，他就可以弄你，他就可以弄，你就破财，破财倒霉，倒霉。所以你作为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我不告，我跟你说实话，不能好色的。跟你说实话，不能好色的。嗯，这个女同学确实挺好看的。嗯。哎、好看，好看嘛，就是来还情债呀、啊，这还不懂啊？还情债呀、啊，这还不懂啊？嗯，把自己弄得难看点，并不是件坏事。我告诉你，难看点并不是件坏事。我告诉你，那师傅就是，那他这个公司还是要咬咬牙继续吗？还是我看看啊，几几年属什么的？几几年属什么的？1972年属鼠的，女的。老鼠，老鼠。啊，他没多少存款的。啊，他没多少存款的。嗯、啊，对对对，没有、啊，几乎没有，好像。嗯，放掉了，要放了，要放了，要放了。他如果要真的好的话，还有五个月。还有五个月。他撑不下去的，五个月他撑不下去的。他撑不下去。哦，好的好的。转业转业，一个人一辈子不知道转多少业的。知道多少业。嗯，好的好的。好吧。嗯，感恩师傅。啊，师傅，他公司。就要不要烧小房子？公司有没有灵性啊？有啊，两个。他做艺术品的，两个，大概要多少小房子啊？49。49张。还有一个32。先烧烧看吧，因为他现在又欠另外一个人的情了，人家不让他倒闭，他再撑下去要卖房子。撑下去要卖房子了。哦，好了，好了，要面子活受罪，记住师傅这句话。好了，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子，2012年属龙的女孩子，她就是一直名字没选上，六个名字能不能师傅给她挑一个？已经快点快点快讲快讲。啊，几几年属什么？再先讲。几几年？2012年属龙女的。好，讲吧。小孩子，嗯。第一个陈佳云，第二个陈新荣，第三个陈玉彤，第四个陈一鸣，第五个陈思文，第六个陈方云。第一个。第一个。陈佳云。嗯。好的。好吧。好的，好的。嗯。嗯，好好，谢谢师傅。陈一彤也出来了。嗯、哈哈哈哈，再见。嗯，再见。嗯，师傅再见，感恩您。嗯，感恩师傅。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啊，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啊12点钟可以在空中继续跟台长沟通。好，广告之后再见。